加嘞，加者。好嘞，咱坐坐这学员、这同心以及网络顶头，咱这乡亲时代，大家午安，大家平安，大家好。真欢喜吼，啊，今仔算最后一天啊啦吼，可能连咪都要倒转去啊吼，精神就较好些话呢。我今来，咱要讲这个台湾民政府也好，台湾的未来前途与前景，我要先需要和大家了解一件代志，就是讲。咱根据什么货要来甲美国讨物件？咱根据什么款的条件要来人讨物件？根据什么款的资格？所以这方面可能大家若有机会，若有想要兴趣，那个抄个，我有甲写做一个这个流程表吼。啊，就是根据这个战争的过程，然后这個、战争化的过程。所以咱台湾的代志，咱若要探讨，咱若要研究。咱绝对袂用个感情用事，你若感情用事，惊可能会歪去，惊可能会偏去。因为中国人伫台湾，甲你教育六十几档，六十几档来，伊互你个资料，互你个一寡只消息，互你个一寡概念，拢完全含国际上斗袂好势。那么怎么办？咱就爱想办法去了解真正即个国际法。真正这战争法，甚至古金融合约，这是国际上任何国家拢接受、拢承认的物件。所以我头即摆咧讲，讲台湾的地位的将来，咱一定要有一个根据，啊，才会当人讨物件，才会当人要求物件。所以这个部分，我希望恁大家若有机会用安尼甲了解起来了吼，啊，以后对我要来讲。就知影啊，咱就是根据啥来共讨啥，根据啥物货来共讨到啥物货，啊来咱讨偌济，啊讨到啥物程度，咱拢有台面滴，写个足清楚。哦，啊无你，人讲啊无你要讨啥，啊你要根据啥，煞怎啊袂用用啦吼？啊所以来首先吼，即、這個、战争的过程，我更爱拜托两个人看，咱起来甲斗记有一个好无？你给我哈，好来。这个咱先爱了解这战争化的过程啦吼，战争的过程中哦，两个国家也好，几个国家要开始宣战，要战争，一定爱先宣战。啊，这个宣战吼，伫迄个国家的国民来讲，爱经过国会同意，国会应准，才交予这个占这个主要这个主导者的总统。来对我宣布，这叫做宣战，宣战吼。所以蒋介石只讲伊对日本宣战，迄是骗人的，因为伊阵唔是总统啊，伊阵唔是领导啊，唔是领导者，所以伊讲宣战，伊是骗台湾人，啊嘛骗因中国人。所以基本上你若有安尼规定开始来个看，你就知就发现内面足济唔对个代志。所以宣战就开始，两个国家开始开战。战争要多久？无人知，紧无定一礼拜，慢无定着五冬三冬，都有可能。那么这战争过程中，就是一宣战了，迄、那个国家也是对方的国家，拢会当家己成立一个军事政府。军事政府，那么这军事政府哈，唔是常设的啦。那照正常来讲，唔是常在拢有诶，就是讲我有战争，才赶紧来设。啊，这个战争的军事政府，其实古早嘛有呢。恁在有注意看，以前中国的历史讲啊，做啥物岳飞啦，九道金牌要甲调上来，无要休了你啦，有无？这就是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迄就是军政府啦。古早时代都有，但是迄个名词的名词唔是用安尼，啊无要紧，这拢同款迄个内容，就是军政府成立。那么这个军政府成立，就是因为战争嘛，所以这个原地迄个政府暂时也管理先交予军政府来使用，来做要相拍嘛，伫头前咧撞咧冲，迄、那个军政府上清楚嘛。所以这個军政府成立了，就是战争的期间，
啊，对方若无法度通成立军政府，无要紧啦，迄是恁兜的代志。你有资源，你着用；无资源，你无法度迄个本事，你着卖用安尼尔。OK。那么战争的中间了，战争，有一国亚伯吉亚导航，亚伯吉亚导航的时阵，迄叫做比征服啊，征服啊。哦啊，比征服吼，伊着开始亚伯吉亚导航着停战嘛。所以那个时阵是叫做停战，不是完全战争完成哦。迄阵啊，搁未完成，还要搁战争中哦。所以停战了，这个军政府就入来啊，就爱进啦，进入到军事占领。军事占领就是以这个对方迄个政府方按落来，按落来了，伊无政府嘛，无政府怎么办？就是这个军政府爱来代理政啊服。按落来，迄个政府来安定当地治安，安定当地生活来咧用的。所以，这个军政府吼，军政府的功能，唔是要杀人挂人啦，唔是安尼啦。军政府目的就是，你未到占领迄个所在，伊爱予当地百姓，袂因为战争来造成生活袂正当。造成伊个日常生活受影响，造成伊个财产受破坏，袂使安尼就。所以，这个军政府一定爱入去军事占领，安定当地，而这个生活甲含保护当地平民的日常生活呢。哦，这重大的功能。啊，但是中国人伊就甲伊讲，哦，这拿军政府来，就是要甲伊杀，要甲你关，要甲你掠，要甲伊安那，迄是中国式的。那国际式的唔是安尼，所以这军事占领的过程来到这，那么军事占领到个一段时间稳定啊，伊就爱安那，甲当地注意听清楚，当地哦，当地的人民安排一个民政府起来，安排一个民政府，这就是国际政法里面。那么人民起来就成立这个民政府啊，爱成立这个民政府。成立这个民政府是啥物作用？讲啊，这军政府是外来的嘛，伊为别个国家来甲你占领，所以当地生活的习惯、当地风俗，伊无一定会了解啊。啊，所以民政府有义务，嘛有这个任务，爱甲军政府解说讲。啊，阮即搭只着安那安那风俗，所以你爱了解，就是含军政府互相磋商协调，啊，甲含互因会当了解代志过程的即个功能。所以即个情形下吼，所以即个情形下就是讲，军政府甲含民政府互相中间是伫咧互相帮助做代志用的。哦，即个情形是安尼，啊，所以一定爱当地人，比如讲台湾。因为气候较湿热，啊，中岛乡有困中岛的习惯啊。啊，外国人若来吼，讲哇，恁台湾人遐笨蛋，你时拢咧困，误解啦。这伫美国遐中岛乡无人咧困中岛，啊，因为生活方式、生活习惯无同款，所以但民政府遮一定爱互伊知，阮遮困中岛是因为遮湿热，啊，大家风车车小歇十分钟、二十分钟无要紧，暗时阮做较晚、做较晚，安尼尔嘛。啊，所以这就是要分了解啊，包括甚至到个什么节日，就做什么款的活动，过农历年啊，都大家团圆还是啥会，这就是咱家风俗习惯，爱分去了解，就是民政府爱做的功能。啊，过来甚至军政府来到这，若唔知影的啊，乌白掺做的话，民政府爱甲伊讲，你做安尼唔对哦。你安尼违反着阮即大家风俗哦，你要尊重当地风俗哦。虽然阮予你征服，虽然你是来占领，但是你嘛爱尊重当地的生活习惯、当地的生活风俗啊，对不对？对不对？哦，所以咱这有咱的权利，啊嘛有咱的义务，所以咱来搞清楚咱是虾米款的状况。OK， 那么这个民政府稳定好啊。拢无问题啊！我那日常生活已经足正常啊。渐，伊在甲你安排啊，你当地人爱赶紧开始来筹划做政府啊。筹划做政府就啥？啊，国名、国会、宪法、国议会、国旗、国名、国歌，啥物拢用出来。你若要阁继续依照迄个国名嘛可以，啊，若无还要换嘛可以，因为战争的过程就转换政府啊嘛。所以这个过程中，就是为民政府了，开始渐渐爱进入到正式的政府。
民政府甲正式的政府有无啥共哦？我头先讲，民政府是要协助军政府来处理当地治安啊各方面的代志。那么正式的政府就有伊的功能啊。正式的政府就渐渐甲家己原底即个主管的物件，一项倒啊吸倒转来，即个作用。哦，啊，到干啦，真正正式的政府好啊，来开始就爱含对方即个占领者，爱含伊签合约、签协议、签各方面的迄落物件，因为要有政府对政府嘛。哦，所以是安尼来。啊，你若讲伫进前者。这个不足够、哦、啊个未到迄个抗战，因为伊只不过是民政府呢。哦，安尼，啊，即马过来，来到甲即个完全拢签好势啊，来结束这样，结束这样。啊，即、这个结束这样，爱相讲，总统宣战，总统爱开口啊，爱开口讲来，阮即马到当时爱结束这个战命。啊，结束战命，伊得甲军队各方面的军力。拢爱离开迄个所在，啊！个安排时间完成撤军，撤军完成了，这个国家已经交当来予伊啊！这个国家主权完整移交，新的国家出来。头尾就是安尼，讲是五分钟、十分钟都简单哦。但是我即摆用伊拉克的例，美国和伊拉克战争2003年，前后无甲两礼拜，迄、那个胡山政权就去用救了。大家有印象啦吼，敢捌听过胡山政权去用救落，救落了，美国军事占领入去，军事占领入去，迄拢原来是头即马过程，就是爱宣战，布希迄阵是小布希，你唔听我的话，啊胡山也唔做，啊内面的人民讲到要死，啊哪都啊哪，叫他国际社会来，我甲你宣战，两礼拜左右，乒乒乓乓，拍落到底。胡山政权垮台，垮台了，伊个军政府在里边，军政府里边，你啊所以看迄阵的时间，一寡报纸媒体拢看到美国兵啊伫当地咧巡逻，有无？啊，迄、那个伊拉克的囡仔嘛，佫含伊咧踢皮球、踢耍，这就是军政府去咧安定治安，去互维持当地一寡暴徒、一寡不良的人，袂因为战争来调过去。冲康同方咧糟蹋安尼，或者过程是安尼。那么到甲2000诶，即个民政府伊拉克有一个民政府，2009年4月份，美国诶 CNN 电视台有报伊拉克民政府诶主席去访问北京，就是民政府，民政府。所以咱台湾诶民政府有一天即个主席。爱去访问北京，啊，这项的安排，美国占领者的安排，所以咱开始爱个猫，爱个吹，吹这个过程啊。啊，即马伊拉克的民政府成立好，2009，你看2003到2009，迄个民政府较好哦，较出来哦，所以中间的运作看偌久。那么到甲伊的伊拉克这个头，即马我咧讲讲回什么，这个物件拢好啊。伊就予伊跳起来正式个政府啊！啊，正式个政府好了，来就是美国甲伊拉克就签这合约啊！啊，这签合约，伊袂免对恁讲无要紧啊，迄是伊两国个两造个代志嘛。所以中间就是用安尼来过程。那么到甲即个2011年，奥巴马总统2011年年底撤军撤得清楚，2012年主管移交清楚。有时间，有 schedule， 拢排到水水，所以到尾2012年，伊拉克的主权完整出来，就是安尼。有照安尼无？有无？有无？较大声嘞啦！有无？安尼听足清楚嘛，对不对？好，过来倒去当下看，咱台湾伫倒一坎？台湾伫倒一坎？台湾当初宣战是啥？美国甲日本战。他那些进前这两天上课，大家拢知啊嘛，是日本甲美国战嘛，宣战、开战，来军政府成立，美国开始来占领台湾，1945年占领，占领了来过军事占领了，到这个无啦，这个从开始停摆啦，所以咱到这尔啦，
咱到遮军事占领俩，美国军政府有伫遮无？有呢，美国军嘛有伫遮呢，有伫遮呢。所以咱抗战也未完全起来到岛仔顶，所以咱要退就退啥？退后壁遮，退安尼知啦吼。这就是根据安尼，哈？中华民国政府是流氓，让伊代理来遮管的，迄无准算。只不过是伊代理美国军政府来遮管。那么这个台湾人的面，中华民国政府是外来，嘛是外来，伊流氓趁遮卡清草遐走来，唔是算咱的，啊，搬本打来，拢共款吼，对对。所以这个政府唔是台湾人的政府，人拢足讲啊足清楚。所以咱家己台湾人的政府，民众爱成立起来。啊！咱即马目前咧做的工作就是遮，你看后壁阁落落长个哦，差不多一半了哦，嘛要定着三分之一哦，后壁阁足侪爱做，所以咱爱家己清楚了解，咱有啥物权利，咱有啥物条件，咱要讨啥物物件，咱爱清楚啊，就是根据这啦，根据这美国袂限制，安那讲袂限制，美国家讲啊足清楚啊，国际事务爱用国际法。好嘞，迄你讲的哦，国际法嘛，恁欧美国家写出来，来，我用国际法来给你讨物件，条条有理啊，条条有理啊，你走袂去啊，因为咱就是根据战争的过程中，你袂用相骗，所以是安那，因为2009年，咱2009年过煞了，开始甲咱安排是挂牌、成立酒会，各方面啊一步一步以来，就是根据这啦。根据这个套，安尼大家了解无？啊，所以后壁要套的啊，佫足侪啦。所以咱爱有耐心，啊，咱唔爱食紧弄破碗。代志吼，一步一步啊套，一步一步啊来套。敢若像你穿个鞋啊，白鞋啊大，你要套脚，第一个脚先套，第一个敢若套开，第二个脚就套，第三脚就来套开，轻松啊。啊，第一个脚啥物货？流氓政权。这个流氓政权，咱有管理。你美国甲我占领，我心甘情愿，我欢喜个。啊，但是你袂用个强一个流氓个来遮甲阮糟蹋人，甲阮个人权、甲阮个人伦、甲阮个所有个财产，咱个平生换死。你本身来，这就是咱个权利，这就是咱会当争取个物件，条条有理啦，条条有理啦。所以咱过咧到咧，伊无法当闪，就是安尼来。所以遮经营下。咱家己知影，就是到遮尔。目前咧做诶，倒啊卡咧运作。等到有一天，咱诶民政委主席若去访问白宫啊，啪起来倒啊顶啊，起来倒啊顶。美国诶事务、国际事务，拢是还未成熟进程，伫倒啊卡在运作。啊，等到你看到新闻媒体看到，迄拢已经超好势，人讲超七超好啊，就对了。吼、哦，所以咱啊家己知影讲，咱会当有啥物管理，咱有啥物条件，咱要来讨的物件，会当到到啥物地步，足侪丰富的所在，足侪丰富的所在。所以值得咱好好啊认真研究，真正认真讲，台湾存这条路，台湾真正是存这条路呢。歹势，互恁徛遐久，吼、哦，差不多安尼，大家了解啦，吼、哦，吼，怎么经营？无见啥空闲了。所以这个经营啊过程，你若为安尼来甲了解起来，吼、哦，咱就知影，歹势，咱就知影讲，咱用啥物要来共讨，爱当讨个啥物物件出来，哦，这经营哈，你家己若唔知影，干那讲要共讨，啊讨干那伫表顶咧，你唔得爱知影讲你根据啥共讨。所以头即马有我乡亲咧问讲，啊外口吼，讲啊办这新论证，嘛骨哪位咧办呢？啊毋知对一个较正，对一个假，袂用判断。我讲足简单，你家讲，谁去过美国的，谁是原告者，一句话就好个嘛。你甲想看卖，你今仔甲某物人过，啊过了要处理代志。法官敢有可能去走去找阿哥阿妈办？会袂？袂嘛，一定爱找原告者嘛。咱是原告者，咱是主事者呢。所以咱会当公公正正讲，我是原告者，我就是正牌的。其他那毋是台湾民政委，遐拢假报的啦，遐拢骗徒啦，要掠爱去掠遐啦。
清清楚楚。啊，那无的话，是安那美国的军政府会送咱这海军陆战队的机啊，会送咱这图片，这迄个美国天皇甲含这个奥巴马的相片，哦，这相片，这唔是话讲讲啊，这敢也是啊，冇咧卖哦，啊，无你去买看买下个。这相片唔是凊彩人会当下得啦，哦，啊，这是亲亲美方亲亲交予咱。交伫美国的咱，咱才阁交倒来台湾才用的。所以种种的物件，一点一滴，美国拢有咧甲咱讲，啊，拢有咧甲咱教。啊，剩的就是剩讲台湾人的头壳会醒未，会看有无？啊，会真正安尼讲，哇，原来是安尼未，敢那差安尼尔。啊，这主要靠大家斗宣传、斗努力，因为足侪人无接触着这，啊，无接触着无要紧，你讲我听。一个去影响十个，还是五个、六个拢无要紧。安尼咱头头教起来了，来得正确啊啦，来得正确啊。吼、哦，所以即个过程中，咱也了解即个过程，啊，咱就知影讲，哎、欸，咱是用什么货来要讨物件。啊，伫一般社会上，足侪人讲，啊，恁也无白纸黑字啦，捌听过安尼嘛吼？敢捌？讲啊，恁也无白纸黑字啦，什么白纸黑字？美国白纸黑字尚在有呢，有咧甲咱讲呢，啊嘛有咧甲咱教呢，甚至阁开过记者会呢，拢有咧甲咱讲呢。迄拢是白纸黑字呢，哪会无？较会无？问题是台湾人袂去甲你感觉，台湾人袂去甲感觉讲啊，这是真正的代，变成安尼啦。因为中华民国这中国人会阁甲你乌龙白的甲你说啦。上简单的咧，我讲予大家听，内湖。金湖路一百号，住址拢有哦，所在嘛拢有哦。恁听我去看，二四小时去也看嘛，无要紧。你起啥物？起一个军事基地呢？啊，报纸吼，中华民国就甲伊讲，啊，迄是 A I T 要刷去遐啦。敢捌听过？我看过安尼个消息嘛，讲啊 A I T 要刷去遐。我甲各位借问一下，迄、那个所在偌大片？两万平，两万平个所在。遐大片的所在，这个金湖路一百号这个所在，两万平顶有七八家啦。我是无啥样算，刚才听讲是七八家，迄是室内哦，室内唔是室外哦。那挂土地是五六万平的哦，遮大片的所在，你若讲要做 AIT 的办公室 ，AIT 以前四五百个成员咧做工课，即马硬来裁，裁到剩四十个。四十个人要用两万平，啊，唔得咧开运动会，是不是？哦，迄政策拢会当进出呢，啊，顶头阁会当停飞机呢，啊，那安尼 A I T 唔得要开运动会，那有遐大片，无可能。啊，开遐侪钱，迄、那个建筑物，干那硬体起的物件，都开两亿外美金啦，唔是台币，两亿外，伫全世界来讲，迄、那个所在。应该讲起来是所有美国对外的这单位，是差不多第二坎嘛，第三咁大。这个所在起啊大片，这就是白纸黑字啊，这就是清清楚楚咧甲恁讲啊。这个所在，就是美国军政府要入来的所在，就是要来控制整个不止台湾呐，不止台湾，甚至南海，甚至东南亚，这拢是包括在内。白纸黑字，哪会无？有啊，较会无，拢清清楚楚呢。但是中华民国遮个，伊就甲你用乌龙白刀甲你说，说讲啊，迄个 A I T 要起来，会袂，拢甲你安尼啦。所以咱有当时咧看新闻媒体，咱家己爱去思考，伊讲个毋知定假。你爱先甲打个问号，怀疑做证啦。因为中国人敢若一句骗，六十七当前骗到即马，还搁咧骗。哦，所以恁爱唔通那用骗个，人讲骗到北京卖，啊，搁替人咧数钞票，吼、哦。哦，所以这嘛是一个真好的证明。啊，过来，2009年巴巴水灾，巴巴水灾、莫拉克水灾，大家都捌看过吼。迄、哦、真正是足凄惨，然后规个小林村拢砍去，砍去了，小林村的人为着要救命，举布条啊，写啥物话 ？S.O.S. 三个英文字尔 ，S.O.S. 美国的新闻记者 CNN 报道，送去美国，
美国的军机过两天马上就入来，马上就来《自由时报》有报。我迄阵多好，那人我那伫台湾，啊，阮的工，我伫工厂伫台南，啊，迄个时阵嘛淹到到一楼悬啊，我嘛损失袂少。结果《自由时报》伫爸爸说，在过三四天，伫8月14号、13号左右，一报纸头版足大篇。记者媒体甲外交部、甲国防部问讲啊，美国的军方入来，恁的看法啥款？军方安怎讲，你毋知？恁敢有印象？敢有看过迄个报道？有啦吼，加减嘛有印象吼。伊遐讲啊，讲美国吼军方要来，阮毋知啦。啊，要来偌久，阮嘛毋知啦。啊，粮食要走，阮嘛毋知啦。什么问都不知道。就敢那不知道三字安尼尔，啊！报纸媒体家己写甲足清楚的，所以可见美国家己有伊的自主性啦，要来要出去要安怎，拢家己会当安排，唔免伊努力。所以可见这嘛是白纸黑字呢，嘛是清清楚楚用行动哦，不止白纸黑字呐，佮做互你看哦，安尼敢无够去？后来啊，要佮看白纸黑字，佮来。2010年，3.11日本大地震，大地震了，伫日本的东北角，迄个所在地震，竟然讲，若要撤侨，就是撤退因的美侨，应该是撤去对韩国上近，啊，若无对上海嘛近近啊，结果伊撤去对，撤去台湾来，即件恁知啦吼，即真好的证明呢，真好的证明呢，到甲因撤来台湾。AIT 海关家己咧办，海关家己衫可穿咧，家己用海关家己进出咧，啊，飞机一只过一只一直来，来要几千名的迄个侨民啦，因为遐有哪一个基地伫遐啦，啊，撤来台湾，就是要互台湾即大家遐人正暂时住遮，一直要住偌久唔知，因老早就监测到讲迄海啸来啦。啊，所以要住偌久，因嘛唔知。到我即马，我所在遐人还阁未离开啦，因遐未完整啦，啊，辐射上个还未处理好势。像这清清楚楚，互恁知啊。像这拢有真真正正即个资料嘛，报纸媒体嘛有报呢，啊，电视新闻嘛有报呢，敢无？这敢毋是白纸黑字？这就是白纸黑字啊！啊，台湾人都互人安尼写到哪戆去啦？真正世界拢戆去吼，啊，从个就是即个2010年，搁一件是会搁发的代志，要搁心熟。会搁发是6月29签，国共两党签会搁发，签了的隔天，6月30，6月30第七舰队就入来到左营，这件事恁敢知？知嘛吼？有看过嘛？第七舰队就入来到左营，台湾全部媒体，我所在好像是干那 TVBS 报一摆尔，就唔敢去报啊。伊讲30几人来，诶，第七舰队第一摆阁倒转来台湾，啊，其实吼无离开啦。足侪人讲啊，美国吼，根本定定无要甲你操飞台湾啊，定拢离开啊。我讲无啦，拢伫台湾啦。啊，唔相信去问啊，问美方，问个美国甲讲啊，讲阮从头到尾唔捌离开台湾呢，拢伫遮呢。啊，谁咧顾台湾？谁？美国咧顾台湾呢？中华民国迄靠在条人顾台湾，不可能呢。所以足清楚呢，白纸黑字呢，敢无非常清楚啦。哦，所以这个情形，咱家己爱为新闻报道内面去掠迄个美国的对答。啊，你袂用个100%拢听伊讲，你若听伊完全拢讲哦，你可能骗去袂啦，骗去袂，啊，搁替伊数钞票安尼。哦，啊，过来2011年，伫美国的纽约有一个 WHA 就是 WHO 的卫生组织的下面的单位咧开会。中华民国遮有一挂人去参加，而且恁阿爸好讲，结果遐个人敢若讲，伊讲啊，阮要你坐旁听，坐边仔听，啊，点点仔听得啊，嘛袂使，警卫唔好入去啊，
敬畏王来讲，你这本护照无承认啦，无人甲你承认，所以你袂当入去啦。我着当面吵，当面闹，啊，到尾啊，伊怎叫主管来？主管来讲，啊，无你哪呢？你若有美国的、日本的，还是欧洲的，倒一国的拢无要紧，有迄别国的护照，恁卡入去。啊，结果中间有寡人吼，有哪真正有别个国家的护照有入去，剩的阁袂当入去，怎啊阁伫遐咧闹？到尾啊，美国卫生部长开心啦，即、這个一个查某的美国卫生部长出来开记者会，讲甲足清楚，讲甲足清楚，伊讲联合国任何一个单位无资格。嘛无条件来决定台湾的地位甲前途，安尼有清楚无？白纸黑字呢？记者会嘛开呢？敢无清楚？清清楚楚就甲你讲啊，足清楚。你台湾敢讲一句？讲你台湾，就是伫我美国的手里呢。安尼尔嘛？啊，台湾人就当面戆傻傻听无，就敢那想讲，你即马加上因中国人的媒体，存怎去甲你？安尼信，安尼放，安尼甲你改，改到你到你怎啊看无真相就对了。啊，这就是因中国人的傲步啦，因中国人足侪傲步的。吼、哦，啊，搁再来就讲，咱伫台湾民政府遮安尼，包括所有的活动、演讲会，甚至咱遮上课，因迄边遮流亡的，敢敢甲咱安那？唔敢。啊，什么原因？美国伫后边甲讲，遮组织。这个单位所行的是照国际法，所行照这战争法在做的，你袂用给我叮当哦，用行动做白纸黑字，敢无？咱的车出去挂什么牌 ？USMG 的牌，伊敢敢给你叮当？唔敢呢。白纸黑字呢，真正是白纸黑字呢，清清楚楚呢。哦，所以咱家己本身嘛爱清清楚楚去理解啦，吼、哦。啊，这个部分哦，咱家己可能，所以我常在讲，唔通相信因的包装媒体咧，甲咱煽动的物件啦吼。搁再来就讲，美国伫这个台湾这个所在，布置的飞弹，全世界又布置七座啦，七座一种叫做 Jetstar Control， 那是外太空咧监测飞弹的，七座内面。台湾藏几座？恁敢知？唔知哦。七座内面，台湾藏三座呢，藏三座呢。啊，对几位拢藏，阮拢知呢。啊，咱怎会知？美方有甲咱讲嘛，伊有甲咱教嘛，教咱知嘛。这嘛是咱应该爱知的物件嘛。所以美国伫即搭只所应用的，真用心呐、啊。真正真用心，甚至今年伫美国遐有一个媒体，我那咧报这个啊，做一种叫做 X 波段的雷达侦测，迄是上先进的呀。这座2012年今年年底就拢完成啊，应该差不多啊啦。啊，藏伫对，藏伫新竹的乐山2600几公尺高的所在，这个所在开藏一座，美国伫全世界。布置的这个 NMD 就是 National Missile Defense， 就是叫做国家级的防测这个战斗卫星的这种一个飞弹导弹系统的监测，跟他们攻击的。啊，这座有攻击的能力，就是我头先讲 Jetstar Control 是干哪监测呢？但是伊这够攻击的能力的。这座种红色的物件，在美国本土有四座。有四座，一座是加州，一座是马萨诸塞，一座是迄个做格陵兰，啊，另外一座就是伫即个啊做迄个阿拉斯加迄边遐，四座，有四座，伫海外部分有藏两座，一座伫对，伫英国，伫英国，啊，另外一座就是伫台湾，啊，这一座吼，几十亿个呢。美金啦，我讲拢美金啦吼。英国迄座嘛是十几亿，啊，这座是英国开钱，啊，美国咧用啦，啊咧管制整个欧洲这大部分的啦。所以英国人嘛有当时啊，价格才起价咧，讲哇，我开钱，啊你咧用，啊我含蒙都袂蒙着，因为精密嘛，
啊，足精密的物件嘛。那万不的其他国家去碰的，不停的流出来也是安那，足歹控制。所以完全拢是美国在掌控。台湾这座新竹的乐山2600几公顷的所在，这座同款，有哪是咱台湾这边家咧开钱，美国完全咧控制，中华民国碰都袂碰着，袂当去碰的，因为因知影，那好碰。可能明仔在那边就很有啊，啊，所以这个情形下就是全世界的布局，美国拢掌控在手里。日本有哪有一座啦？日本这座是 TMD， 迄功能较无遐强，吼、哦，迄是功能较无遐那强的物件。啊，迄个物件是放伫奥克纳瓦那边遐。所以，伫美国全部的布局，像这报纸媒体嘛有报过呢，白纸黑字呢，敢无？拢有啦，不过是一般的人大概当作看小说吼，安尼拍者就过安尼尔。啊，其实吼，足简单啦。敢若一句话问讲是安怎，台湾人会当去到美国，过你美国总统，过你美国国务院，敢若即句就百个嘴啊。敢若即项，就咱接触的条件，这不但白纸黑字呢。各有实际个数呢，咱来按一件一件为台湾呢，高台湾呢，台湾呢属于哥伦比亚，哥伦比亚的水库，到个高台湾呢，到个最高法院一关一关安尼前后拍几档，拍三档哇，2006到2009呢，啊开的钱真正是无计其数呢，迄美国的律师吼，唔是算日的，是算点钟的呢。啊，一点钟拢几百都几百的美金，啊，含你资料过好伊，伊甲你读嘛算钱呢？唔是讲伊甲你写甲算钱，伊甲你读资料嘛要算钱呢？简单一句，台湾人是虾米资格会当过美国？就干那呢？今仔你讲无张无地去找一个人要甲过，啊，含你都无关无系，哪有可能会当过会行？敢是？对唔对？你无可能无张地讲。讲要甲王永庆过，啊！你含伊也无关，无要要安怎过？就是因为有关系，就是因为咱含伊有相当的密切的关系，所以有资格通过。哦，咱有资格通去甘过，过去了了的，因就足清楚。啊，这过中间，若讲是无合理的，伊就甲伊踢走啊。啊，若合理，伊才有法当受案。啊，受案了就有案号。啊，这案。拢伫美国嘅司法当局公开网站拢看会到，所以咱唔惊人来甲咱来甲呛声好，来甲咱吃人情，拢唔惊，清清楚楚，白纸黑字嘛。即个物件咧送件中间，唔是一张两张的纸尔，迄是一沓过一沓的资料，包括秘书长，得阁去倾足侪资料，啊，经过律师安尼写，啊，每个只安尼写安尼送。相当呢，美国国务院甲总统府为着这个案件，啊头毛咧烧。奥巴马嘛讲啊，我真衰，一上任就去给台湾人过，佮毋是美国人过哦，是去给台湾人过。台湾人有够无？有够无？有够无啦？这是400多年来台湾人的历史第一摆，真正是第一摆。包括日本伫台湾咧统治的时间，伊嘛无在着安尼过。日本到即马无在了，讲一个案件，讲伫美国的高等法院做过法院过，独独干那咱日本台湾，咱替日本争一口气，咱替日本替台湾人争一口气啦，对唔对？所以可见哦，咱这个案件讲起来是国际有名啦，真正是国际有名。所以即马国际上，大家目睭大大咧咧看。来看你的心电安怎做，看你台湾人智慧到遐无，看你真正有用心无，目睭大家直接到暗拢咧看。所以咱的网站一讲到暗，就比如说讲的万外外去咧看，都、就是安尼。唔定咱家己看，阿强阿兄嘛关心个呢，吼、哦、认真个比咱个认真，笔记写个报告一大堆出来呢。因为咱这是国际事件，咱这是国际行为啊。所以用这个过程，你得看得足清楚，白纸黑字，后个数，后行动，后各方面呢，敢搁真正看无？啊，若看无吼，
遐个吼，干那一句话，目睭去哦，我看你搞的，唔是喇叭，喇叭袂好啊啦，我看你搞的，因为只大脑级别吼，因考虑的是利益，因考虑的是伊个地位，因考虑的是伊个名分俩，无咧甲你想这個，所以选举咧，我爱台湾哦，啥个，迄是咧做生意呢，一票30块呢，真好赚呢，敢唔是？啊，这真像好耶！咱老官老会，我看老官老干，我管袂少去啊呢。拢是咱的官官钱来咧付呢，敢合理？有合理无？无合理啦，真正是无合理啦。啊，咱担遮话袂使，赶紧用行动做出来，做出来。因为咱若干那一遐话尔，天顶袂落金条。咱若有行动做，有进展，有进展了，咱自然就会一直胖，一直行，一直出来。干来当安尼尔，干来当。啊，这大脑级的吼，无要紧，你甲撑咱边啊。因为这咧等啥？等看风吹这是毋是？看山啊黄啊袂咧？你要叫去爬树啊，挽山啊哦，食较歹，会切破皮咧。迄个查甫，迄个男包皮嘛，切破咧，无因不爱啦。伊要等你山啊黄。啊，咱唔免互伊等，咱做咱的路行。伊要等，互伊当变凉。啊，咱争取遐听话、看话，啊，真正有用头壳要想的，才会争取后来大家尽力做下来做。有一天换要来做的吼，来，我点名做记号，先甲你叠叠的，想咧叠往来安尼，叠看是钉的啊，怕的，钉的我才袂。有要想阮这個，我才袂。啊，袂无要紧，嘛做老实啦，因为你摆袂着阵，爱用安尼。因为咱有努力过，咱有奋斗过，无可能让人家来食青领便啦。哦，所以咱家己基本上，咱爱清楚知影，咱家己遇到什么款的人在甲咱问东问西，咱家己要有信心。文章也好，资料好，较认真啊看。啊，无了解无要紧，大家互相联系问一下。哎，啊，这故事安怎开？安尼讲，啊，这原因是安怎？啊，是安怎？咱爱有清楚了解。所以像进前，足侪人讲，啊，恁都好好，无代无事，奈搁再走去日本去？来，问题来，再走去日本去？当然莫走日本。我较简单讲啊，足简单。1945年进前，诶，台湾是虾米台湾？虾米台湾？日本台湾嘛，敢毋是？是日本台湾。啊，简单讲，日本的耶稣骨呢，39,100+个人，哪有台湾的灵魂放伫遐？39,100个呢，毋是100个，还是200个，还是300个呢？39,100+个灵魂放伫遐呢？无迄个国家讲黑白讲猜人的神主牌的啦，敢毋是？都毋是痟的，佮黑白捡人的神主牌来猜，哪有迄个道理？啊，既然台湾人的灵魂会当藏伫遐，什么原因？和日本有关系嘛？遮拢是日本皇天皇的臣民嘛？必须要讲个总清楚，就是因为战争了煞，牺牲来，我甲你彩蛋名接受香火，接受人的吊牌，安尼嘛。所以和日本有关系无？有关系，直接的关系。所以这个经营啊，你讲的，咱撇袂开日本这部分。咱撇袂开，但是和美国嘛阁有关的，因为美国来占领嘛，所以必须要甲浓缩起来三句话。对三句，第一，台湾这个领土，日本天皇的领土，清清楚楚，这有根据。根据啥？甲我战争马关条约写甲足清楚，台湾澎湖、附近群岛，拢完完全全、永永远远来交予大日本大皇帝。清清楚楚，到即马马国敌人呢？哦，所以这个情形下，咱和日本的关系，咱为安尼来，就清楚了解啊。所以日本和台湾这个关系切袂断了，切袂断。所以有人讲，伊都放弃啊，放弃你就看伊放弃啥货，你得爱了解真相是啥物货啊。简单一句放弃，唔是代表全部呢。足简单的，比如我一个囡仔啊，车大汉啊，好啊，足歹教。叫忙拍电动玩具哦，拍到3更半暝，还阁袂听，啊，无爱甲你管啊啦，放弃啦。啊，但是这个放弃，放弃啥？放弃甲你管，放弃甲你教育，放弃甲你饲的一个权利尔。
其他還有一个观念，黑妹有灯无？黑妹有灯无？无灯嘛。佮安那讲，伊会老的，也是你的子孙嘛。所以咱这个黑妹含日本无灯啊，就是伫遮啦，就是伫这搭遮来。所以咱爱清楚，互因日本我哪知道？因为日本伫战后拢逃咧咧。无认真去面对这個，啊，无要紧，咱三番两次互伊去了解，互伊去体会，自然伊会比咱较超前，因为含伊相关嘛。啊，所以话拢讲，哇，那呢以后就变成日本的一个国家，唔是安尼讲法啦，这是较简化的讲法。但是咱有案例，国际上有一个案例，英国，英国女王大家知啦吼，英国女王，英国的女王，这个皇家的制度的。英国本身伫全世界有59个国家是含伊 Commonwealth， 下面是 Commonwealth 邦联啦。邦联就是讲你是国家，我嘛国家，啊，但是咱效忠的对象俩英国女王做头前，所以你讲 Australia， 因个屋卡呢钱顶头有英国女王的人头，加拿大嘛是有。啊，佮甚至国内国家拢总59个国家。我最近带一个美国人个记者媒体，迄个叫做 Michael Richardson， 伊即马去住伫一个国家叫做贝里斯。贝里斯捌听过吼，伫南美洲遐，迄是一个较黑人个国家。啊，伊听着我讲安尼，伊个底下现在讲，因个屋卡呢嘛是有英国女王个人头。所以这就是 Commonwealth，Commonwealth 就是互相中间，敢若像国家对国家。啊，但是一旦若有代志，大家就做伙有一个效忠的真正的对象，安尼就对。啊，所以台湾的将来，因为含日本的关联，含美国的关联，所以将来一定爱含日本变成做一个邦联。邦联，就是讲含日本的关系，甲含美国的关系拢过会着。啊，这个原因就是安那，因为美国要处理台湾的代志，爱根据啥？头先我讲过，对国际法嘛。啊，对战争法嘛，所以要符合国际法的情形，伊一定爱甲你原地的这个主管的根啊定好清楚，啊无讲我美国来甲你管，爱甲你下未通呢？美国若讲要甲下台湾，会使未？未使呢？这有所有权的人呢？咱国际法内面讲啊足清楚，占领未当讲移转迄个主管嘛。敢毋是？你有听过即句话嘛？吼，即上课拢是重点呢，考试了就知影。我茫讲我袂记着，重点就是讲占领袂使移转主管，啊，流亡政权袂用个就地合法，这两句爱千千万万记好掉。那么占领袂当移转主管，所以美国从战后就清清楚楚讲啊足清楚，讲我美国无意愿，啊嘛无权利来拥有台湾。就是这句，就是这句，但是我甲你占领，啊，袂当怎啊变我的，无迄个代志啊。因为人迄有所有权的人啊，只不过就互你剥削你尔，啊，剥削你以后甲来超请嘛，袂当怎啊变成领导的嘛，迄有权利的问题嘛。所以为着要符合这部分，所以台湾这个部分将来一定含跟日本夹做伙，这就是照法律来行。那么照法律行以外，法理上，以道理来讲，伫亚洲这个所在，要确保日本、确保美国的这个利益。日本那美国那无日本伫台伫亚洲这个经济去独一条，美国嘛真辛苦。所以伊要停日本，一定爱维护着这台湾的问题。日本那无台湾，有哪袂过日子啦？同款意思，这拢上一箍对一个箍啊，对一个箍啊箍掉。那么这个情况下，台湾那来个安排做，含日本不 Commonwealth 来了，甲做伙啊，看我甲到要个案哦。啊，这个情况之下嘛，符合国际法律。啊，过来美国伫亚洲的利益嘛，拢会确保会到呢。安尼的话，三面嚼嚼嚼，水当当，拢唔免烦恼顶打。安尼的处理，符合国际法，符合现实面，符合美国的利益。拢清清楚楚，台湾的地位迄阵就透过啊，所以安尼有清楚无？其实台湾的地位有牵连这个部分，就是拢这个面角伫真内面。啊，这个部分，咱若一旦这个路行到头啊，来美国一步一步一直打出来，一直做，这就清楚啊。所以将来的台湾，咱的构想甲美国的美方的意思嘛，足清楚。
恁嘛去面对日本，所以也送迄图互咱，就是安尼。日本天皇的图，唔是要互你看头先讲，比如讲，唔是要互你看迄两只鹅啊啦吼。迄是后壁迄个主人，迄个皇宫的天皇，迄较是重要吼。这个代表意义啦，所以美国哪里下什么物件互你，拢唱一挂意义人来。啊，伊袂甲你讲啊，伊要考验你，看你的程度有够遐无？你若程度有够遐，伊就阁进一步互你怎会？啊，你若程度无够遐，伊就怎啊停伫遐等你的时，你的头壳等你开啦。所以，西方的教育吼，就是因为安尼含东方无同，西方人咧教育囡仔吼。袂主动用物件给伊呐，爱囡仔来讨，所以呐，囡仔生日吼一定会讨。爸爸爸爸，我生时阵几月几号 birthday 生日啊？就是咧啥？要讨礼物啊！啊，要讨礼物无要紧，来，你做事大人来讲，来啊，你要爱什么物件？伊若甲你讲一个天文数字嘛，袂通啊，对不对？迄就是咧超测嘛。来，我干来当100块美金会限来给你，还是200块美金会限来给你得啊？好，阿的囡仔讲啊，我要爱啥要啥，阿的安尼讨来讨去啊，这敢那做生意呢？但是要讲做生意嘛，偏袂讲就，这就是因美国嘅囡仔嘅教育方式，就是要系启动互伊家己会想要要求物件，想要讨物件，想要知影伊家己要啥物物件。所以因美国囡仔若带去咧买物件吼，是大人袂讲拣起来，互伊总啊弹落安尼就买啦，拢会甲抱起来，你家己拣，不管偌细汉哦。嘿，光伊那阿爷吼，一会通啊尔，嘛无啥，伊嘛家己去杀呢，啊杀就当作伊家己个啊。美国人个教育方式就是安尼，真正是安尼尔。因为我伫遐生活30几冬，我拢足清楚。所以这个过程中，就是美国若要交物件互你，内面拢有创意义，机啊互你，图互你，啥物物互你，拢有创意义伫内。机啊互你了，佮甲你讲一句话 ，As you wish。如你所愿，啊，什么是如你所愿？什么有乐观呢？咱要愿望的是什么话？军政府来嘛，对不对？对不对？所以这种内面有讲一寡意义在内面，因为一旦军政府拿来，就是中华民国的文政权要结束啦。这就是用安尼来牵制、来甲控制安尼，就对。像上咧下机子嘛吼，安尼跳、安尼跳，这就水啊嘛。这就是咱的智慧啦，这就是咱的能力到遐安尼啦。啊，所以即马目前的局势，伫台湾来讲，天时地利人和拢差不多照够啊。这可能唔知恁有感觉无？我唔知吼。啊，我分析互恁听啦吼。天时，什么是天时？美国讲一句话，去年2010年就讲啊足清楚，美国要重返亚洲，有无？听过这句无？重返亚洲，啊，亚洲阁有啥物所在可以重返？日本嘛，日本就是啥物所在？台湾嘛，日本的领土还袂完整呢，所以无来处理嘛袂使呢。要重返亚洲，就是要来整顿日本甲台湾这个所在，这就是天时啦。因为欧洲遐个代志拢差不多已经平放啊，唔免伤费精神啦。来，倒转来亚洲。啊，亚洲就是要来处理这个代志。目前的亚洲甲看看，就是春家嘛，日本嘛，日本台湾嘛。所以前间日本人迄个前个国防部长来，我含伊做伙食饭，我甲讲，我讲恁日本人吼，诶，主权还袂完整啊，怎啊硬去？我搁甲讲，我讲恁日本的领土嘛无完整，伊怎啊讲目睭睁大开？我讲恁敢拢唔知？伊讲。那的是个，什么原因呐、啊？落来安尼讲嘛吼，啊，我无啥样讲日本，但是我边啊甲翻译，讲恁日本的领土，为对到对，你敢知？伊怎硬硬啦？我讲啊，我讲给伊听，日本的北方四岛，塔吉西嘛，日本本身四大岛，过来，迄个也做奥克纳瓦，过来新加坡，过来台湾平湖，过落南新南群岛。这拢你的领土呢？啊，红岛的是哦，我甲红，我甲绿岛的是哦。我既然领土无完整，你主权都无完整嘛，对不对？哎，讲啊，说的说的。所以日本人对因家己本身的状况，无讲足认真去甲了解。啊，无要紧，咱会甲擦，
咱会甲吹。啊，所以这个情形啊，就是天时，天时到就是美国有意思要来处理。爱你亚洲这个代志，经过战争过，所以要处理一定爱战胜者、征服者，一定爱来处理。日本家己本身要处理嘛无法度呢，台湾要家己处理嘛无法度呢，一定爱根据战争法内面这个过程，一项一项掏出来解决。这就是天时啦。所以我家日本讲，当当美国讲美国要重返亚洲，就是日本的机会来啊，嘛是台湾的机会来啊，咱来把握啦，好冇？所以这天时已经到啊，天时来。地理的对，地理在遮，台湾的地理就是因为对面的阿巴山的中国开始咧摇摆啊，摇摆哦，开始咧嚣张啊，造成遮附近遮所在国家，大家往那民悠悠，烦恼个袂死，因为遐是土匪嘛。所以这个地理台湾的部分，你若看亚洲的地图来看吼，规个地图的中心点多伫台湾。北平、韩国、日本来台湾，台湾落南，菲律宾，菲律宾阁落南，澳大利亚，遮个所在中间迄个舒适圈最大，台湾嘛。所以美国跳袂开台湾这个问题啦，啊，一直拢无处理，就是还阁落伫手里。伊要等你啥？等你台湾人本身爱家己清楚哦。所以为南韩、日本、台湾，因你一直拖来到个澳大利亚。甚至东边、这边、这诶西边、这边、这东南亚这，这拢是亚洲的中心嘛？啊，中心的设计靠多伫遐，所以伫遐，所以这个地理对台湾有相当十足的好处。你甲想看卖哦，台湾你看安尼吼，一旦啊中国来下着台湾，边啊这是台湾海峡，台湾海峡你看吼无啥货，每一工。船的进出数万只呢，为日本、韩国落来，为东南亚去的，安尼进进出出的数万只。一旦啊，中国下来遮，这个台湾海峡变伊的内海，啊，那内海伊安尼封起来，唔好你过哦，啊，你怎么办？射到五里外远去啊，靠伊啊，无路人行，怎么办？所以台湾这个所在重要性不止安尼，过来台湾的当兵。什么物件？太平洋，对不对？这个太平洋谁在管的？你敢知？美国在管的。韩国、日本、台湾，什么这些飞机，拿一起来，在太平洋顶头，美国的雷达顶头清清楚楚，美国在管的。一旦啊，中共打来到这，太平洋爱一半不能用呢，美国敢买？敢买？惊嘛惊死，较有可能阁互伊用呢，因为即个所在资源完全拢是美国咧控制，所以即个情形下对台湾来讲是相当有加分的所在。过来，中国若会来到台湾，伊会安那？迄个时阵的台湾人啊，可能大家家家户户要出门拢爱签单。你甲想讲啊，台湾要入去较深山，爱啥物证？入山证。啊，出海爱啥物证？出海证。控制掉的嘛，一旦中国的军事基地拢来伫台湾，你大家要出门，所有的基地拢来伫台湾，密密麻麻全部拢基地，你出门免签单吗？安尼有危险无？有恐怖无？所以这个所在绝对袂用个失落甲杀，就是安尼。哦，这个情形就是咱咧讲的，咱的地理、地位、地理，这个地理，啊，这个地理包括甲日本的影响、甲韩国影响，做美国来讲，伊。无可能放手，无可能放手。所以天时地利，过来任何的部分，任何的部分，台湾本身和日本的关系渐渐愈来愈有较密切。尤其咱民政府安尼咧杀，啊，和美国有哪有过数过啊？所以因也拢清清楚楚了解啊，甚至因嘛知影讲，台湾人遮日本人拢已经知啊，啊，无处理袂使啊，遮人和甲人气拢也差不多到遮。所以无处理嘛袂使啊，要处理是时间的问题呢。剩的是干那剩台湾岛屿内面遮的人，本土遮的台湾人，爱赶紧醒，赶紧了解，赶紧做伙来争取咱的一条路啦。安尼好唔好？
所以国民调查的情形，对咱来讲，老实讲是一步一步愈做愈有利啦，愈做愈清楚啦。啊，咱剩的就是咱来争取，咱来坚持。至于台湾的将来会安怎，我先大概讲予咱大家做一个参考吼。台湾的将来，咱以香港来讲吼，香港大概是台湾的台北甲台北管区安尼遐大尔吼，它可能二十分之一，还是三十分之一啦。我无实际甲量。香港的情形甲台湾的情形来讲，咱台湾啊将来即个地位拢用清楚了，至少会比香港水二十倍。是安那讲？我讲予恁了解吼。咱台湾啊，一旦无中国的因素，中国这因素去除了，内面这些中国人，包括什么退休个咧领，领什么领年终奖金呐、啊，我一听到人家会动心肝啦。什么退休啊，个咧领年终奖金，啊，什么呢？过年过节就个什么金，一大堆金了了，不怪伊找金补充，各行拢金，啊，台湾人拢去下西北方，够有道理。这些钱拢甲冻个无好叮当，甚至只军公告这些钱，这些钱无应该开的，拢甲整理哦清清楚楚。国民党个这东山怎会清清哦清清楚楚了？台湾的中国因素拢无，台湾敢那这些钱都油细细啊！啊，过来，你即马台湾呐地位清楚，国际上拢了解，这些投资的，这些旅游的。即系要来佚佗诶，要来遮甲你吼、哦、做生意诶，即会安那早乌克兰来呢？早乌克兰来，迄阵诶台湾钱，毋是淹多济呢，是淹到下海呢。吼、哦，是毋是？这是上基本看会到诶呢。过来，台湾一旦啊地位清楚，含日本诶关系，含美国诶关系，日本甲美国无条件爱甲市场开放互咱用。当然，咱家己嘛爱互伊用，没有错。但是，咱的努力、咱的才华，咱袂输伊啦。开放咱用，咱干那卖日本的市场，卖美国的市场，咱就优势势啊，是毋是安尼？对毋对？所以你甲看，有当时啊讲，啊，东南亚遐国家遐外劳吼，其实有哪足可能？你看因敢无骨力，足骨力呢？真正是拼命拼命在做的呢，话吼，伫即间厝家做八点钟，还阁少想要过去做外口的呢，安尼咸呢，足拍命。啊，什么原因来拼无？因为因无市场嘛，无市场嘛。所以以前台湾经济咧起步的时阵吼，讲啊做讲讲嗯哦，啊国民党来遮吼，甲咱建设到吼，咱台湾人赚偌济钱啊？咧讲笑话，那无美国的市场，要哪有今仔日？当然，台湾人骨力是有，没有错。但是你若无市场，你要卖又贵，是毋是安尼？东南亚遐就足明显的例啊，足骨力啊，拼命拼即个做啊，啊要卖又上，无市场嘛，是毋是安尼？所以即个市场原来是上重要。啊，所以咱以后若有日本的市场，毋免坐啦。日本的市场、美国的市场，咱就优势势啊啦。佮甚至佮国际上遮呾济其他国家的市场。咱食袂了，真正食袂了。迄阵的咱，哇，咱行路有风，真正行路会有风。以前香港人吼，若看到台湾，拢看无起呢。啊，行路拢摇摆个呢，拢有风呢。到时换咱行路看，互伊看讲咱台湾人安怎行路的，不但有风，阁会做风台，对不对？迄阵的咱真正是水啊啦！啊，你个安尼简单个想，台湾的所在一个岛屿。香港的几十倍、二十倍也好、三十倍也好，遮尔啊大个所在，要来建设到像香港遐水，足艰难、足容易，因为台湾人的智慧好，台湾的能力水。你看国际上的比赛，遮少年家啊，我嘛足钦佩呢，拢得着冠军第一名呢，出国比赛第一名呢呢，真牛呢，头壳毋是歹呢，但是咱啥？咱无市场，咱无国际空间，咱一寡好康啊拢互掠掉的。足简单讲，国际经济会议，人伫内面咧开，啊，咱伫听，含听都袂当听，含鼻芳都袂当鼻芳，好康的人会了啊，含骨头都无通好轮到你客呢。安尼你我当争取什么会？所以昨做者，我伫台南遐含一个台南市以前民进党的啦吼，一个议员。
伊就淡薄讲，哇，台湾即马经济外歹，个外资站啊，学生囡仔啊呐，都啊读个博士啊，干领一个2万，拢个啊呐，都啊呐，讲啊一大堆，咱选举选落赢啦，我讲哦，小东妈的，小东妈的，你选举选落赢是个会当啊呐，阿扁都甲你讲啊足清楚啊，做不到就是做不到，我讲唔是安尼啦，你敢知啥物原因？我分析我听，今仔日台湾的处境会安尼，就是外口的空间拢没有，伊甲你定掉。互你无法度通进入国际社会，那么你伫即个国外内，你生产的物件嘛伫遮尔呢？会当做偌济？会当赚偌济？有限嘛，所以大家硬咧萎缩嘛，啊萎缩就发袂出钱嘛，上济2万5、2万2、2万几安尼尔，啊这个生活敢无法通应付目前的消费？真难呢，真正是真难。我当下听着嘛足心酸，读个博士博遐开偌济钱？安尼回收价值袂好啦，真正是袂好。啊，既有啥物安尼，就是因为你无国际空间啦。我头先讲诶，人国际诶经济会议，国际一寡好诶资料，人无互你嘛，你人望袂到嘛，你进袂入去嘛。所以人一寡好康诶部分，你分享袂到。啊，若安尼诶话，你要哪有法度人跳入去争取着咱诶好康诶？所以遮囡仔相对诶，变成无机会嘛。机会是乎中华民国甲你拔掉的啦，足简单一句话，就是安尼。因为中华民国国际无承认，造成你台湾人连带你原来无法当被承认，就是安尼，是不是安尼？所以咱若要偷窥，干那一项，把中华民国甲结束掉，把中华民国关掉，这个甲偷窥啊，咱自然国际空间都有。简单讲。台湾的大门一粒石头冻掉，迄粒石头顶头写“中华民国流氓政权”，咱爱想办法，无嘛甲讲个破，啊无嘛甲扛个走，扛去金门马祖，遐来大几万个还过会大只啦，甲扛去遐，互因遐过日子，咱的门就拍开啊，拍开了，自然这少年遐机会足济。我头先讲个，真正比如说我讲个，18岁以上一个一栋厝，绝对无问题。因为咱的资源丰富，咱的来源哦，不但安尼尔呢，我头先讲的是简单讲的，佮有天然的石油的优点呢，佮有足侪其他好处足侪呢。但是要足侪这物件，咱地位要先清楚，这是火车头。你若无真赶紧把这个夹先透开，后壁迄拢免讲。所以上重要，我那是伫遮。你一旦无地位，一旦无名分。你无法度通含人参与任何嘛，啊无人参与，你就无管理啊嘛。我说人咧开好康的花啊，花啊花，你无法度通参加着嘛，你袂得会袂得迄个好处嘛。这是上简单的观念嘛，尔啦。啊，所以到甲这个抗战的今仔日，台湾人已经讲压迫啊呢啊，甚至人中国人甲你摆明啊，我食青两边，就是甲你掏空。啊，这个掏空，讲着掏空，我那足恐怖。什么原因？伊甲你掏空，互你的囡仔的薪资硬来降低，因那边硬来较提高。到到有一天，你会想啊，这石头甲遐石头咯，拢差不多啦。安尼迄个时阵，你头壳的思想就安那，就去有世界啊。这就是阴谋呢，这就是阴谋呢。啊，是安那落报、公布、什么警报、什么外国报，硬要甲你掏空，什么原因？伊互你破产，互你崩，崩了，较去想办法来引进中国的资金入来。中国资金一入来，你着固在挂，固在留呢。什么因素？恐怖的阴谋呢？这就是叫做怕台湾袂好啦，买台湾啦，就是用安尼买台湾。啊，所以咱若看清这种种的真相啊，足简单。美国了解得很清楚 ID 卡这个身份证赶紧赶紧来办办好数量有够了争取较侪人的咱台湾人合作起来倒回来又跟美国司法人讲那里等人美国司法人讲得很清楚我等人啊等人看你怎么表现等人看怎么表示你不然会一些数字来看你不要说用嘴讲啊，我是台湾人，特别来个下物件。卖因讲嘛，讲伊是台湾人。
啊，胡锦涛无嘛，伊嘛讲伊是台湾人，因为台湾是伊的姓，伊是台湾人呢。你要死落来，所以咱爱用证明。来，我这张 ID 卡刷出来，我给你看，我就是正式的台湾人。这数字若有到遐，咱用这来个司法呢，来个美国的这司法单呢，甲讨咱的国籍等来，讨咱的政权等来。伊迄阵无条件爱处理好你，因为咱台湾人有权利。我头即摆讲的过程，有权利来成立民政府，这是照正经话来的。伊袂闪着，啊！你这流氓的伫遮，迄都毋是台湾人嘛？因的真正是叫做中国人啊！因的国籍即嘛嘛个中国籍啊！美国嘛甲咱讲过呢，伊阿弟嘛甲咱讲过呢。金门马祖要签美国的签证，迄复国籍，伊甲当作啥？甲写是中国呢？恁敢有看过报道？报道嘛有写这呢？这拢千真万确的呢，咱咧讲的条条拢是真理，条条拢是真相，无掺油嘛，无掺味素，拢是原汁原味的啦。哦啊，所以咱家己爱去分析这个面角伫倒一搭。所以台湾的将来一定会真水，但是要水进前，你一定爱流汗，无嘛较健康啦。我流汗流足济，足健康的。哦，咱一定爱努力啦。爱付出咱的努力，安尼才有法度通，予人知影讲啊，你有用心，啊，你有准备，啊，你有想要做，啊，无，当你要倒担涂骹，要叫我甲你拖哦，你食较歹哦，无迄个道理嘛。所以既然安尼，咱来表现拢看，一个招十个，目前有六千个办得身份证的，搁去招，招十个。招五个、招八个嘛，无要紧。靠，看会当变成较侪人做会出来，甲美国佮讨咱的政权倒转。咱毋免投票啦，即毋免投票。目前的即摆的台湾，我头即摆讲的，就是伫军事战呐期间，即叫做军政时期。军政时期，军政时期无投票、无选举的问题啦。投票选举，迄是中华民国咧投票咧选举，含台湾人含一点仔关系都无。人甲你讲啊足清楚啊，中华民国选举罢免委员会啊，对唔对？中华民国个嘛，啊你台湾人偏偏就是爱要去含人经过高庭啊。人甲你讲啊足清楚，迄个已经死啊，啊这新主牌啊，莫条条笑面面，又搁是台湾人啊。民进党一刚刚在发选举，是在摸迄支新主牌啊呢？啊，新主牌踩伫南京呢？1912年到1940几年，拢甲伊写甲足清楚呢。迄新主牌啊，拢踩伫遐呢。台湾人敢真正去看无？看有无？看有无？对啦，较大声的啦，安尼唔才有知影讲真正是看有安尼啦吼。所以咱家己一定爱甲这逻辑用个通啦，用个通，自然就袂去骗去啦。啊无吼，真正是公车车，所以台湾的经营地位，咱也刚来个清楚了。台湾的将来，包括咱家己本身，包括咱的囡仔时阵，包括咱的后后代，漂亮的不得了。真正我讲的漂亮的不得了。所以选举的部分，我就讲啊，种美国嘛，甲恁讲，唔通选举啦，唔通去公投啦。伊讲啊，台湾人讲哦，这些什么什么学者来讲。啊，较骗阿伯，骗阿伯嘞！你美国人就一刚刚在公道在选举，啊，啥台湾人就袂使。人美国甲你讲啊，私事有两种，台湾人嘛有两种，哦，一种啥物？一种是本土台湾人，一种是啥物？一种是外来的中国人。啊，这两种私事，你要交交做伙，要食食到中毒。这两种人中间，中国人。敢有权利？敢有资格？通甲你决定台湾的地位甲将来？没有啊！啊，那无，你啥要搁伊含伊投票？你啥要含伊参伊咧舞者？无应该嘛！所以家己讲较简单，台湾人家己作孽呢，真正家己作孽呢。啊，这无要紧，但即马若有了解，尽量广泛了解，讲这是中华民国的物件，咱唔通搁去甲抹掉掉啦！真正抹掉掉，对咱来讲。不但受伤，阁会去学食食去啊！我甲民进党讲，你要掠鬼吼，啊，煞去学鬼掠掠去。民进党一讲讲要去中国掠鬼，结果即摆掠到去遐咧哭。
遐靠天靠地靠祖公道公妈呢，不应该嘛，不应该嘛。咱家己了解真相以外，咱都要坚持彻底，因为咱知影这是正确的。所以大家为了讲，啊，唔在外口安尼办新闻，就到底唔在对一个较正。你勇敢甲讲，阮这是正牌，阮这是美国军政府指定的，因为咱是原告者。干那即句，咱就大家勇敢站出来讲啊，足简单的道理啊。我原告含你相告，啊，告了煞变你去找迄个省长来处理，敢有迄个道理？无道理嘛，原告就是原告嘛。啊，话讲啊，我袂当告，无好啊，你去告，欢迎。这个案件有啊，美国袂阁受第二个案呐。人唔是食饭，还要一日干唔当要受这個案就好，敢唔是？哦，所以咱爱家己爱了解这个情形。咱既然都有一个案例啊，咱就是原告者。所以美国一步一步下咧，甲咱教，咧甲咱指点，咧甲咱看，就是这個。干阿剩一项，就是咱爱坚持，坚持要彻底，坚持要搞，坚持要台湾地位清楚啦，好冇？我少问一下，时间到几点？啊，50票，啊，唔拉个十分尔啦。OK， 原则上我就是讲哦，咱本身家己知影理念了，知影咱的方向了，咱就是一定要坚持彻底。因为你若坚持，人家会知影讲啊，你有用心，啊，你有真正要讨，啊，你有真正要行安尼。啊，你若行到嗨嗨啊吼，人会甲你打问号咧，讲嗯。甲你亲看你几钱几两呢？一定的嘛！你若勇敢坚持到到，我要安尼就是安尼，我这安尼是正确的。你爱照安尼做，伊无法当避免，一定爱面对的，因为这包含着伊的利润内面，包含着伊的好处拢伫因内面。伊无迄个无处理，但是要等，等看你真正有清楚无？啊，即几工安尼的上课，恁有清楚无？有清楚无？爱坚持彻底，啊！不但清楚以外，拜托恁大家爱去甲所有四周五围的即亲戚朋友，或者是朋友弟兄，或者是阿哥阿伯阿姆阿公阿叔，拢甲因讲，讲这是一个正确的路，一个正水的路，台湾的将来剩这条路，啊嘛单单这条路会当行一条路出来尔，其他只中阿边个拢唔免少想啦。因为伊家己心知肚明，心知肚明，伊如那来路有限，所以目前美国迄边嘛讲啊足清楚，台湾目前两个政府，两个政府，一个就是中华民国流亡的这个政府，啊，你民政府嘛是政府，所以咱家己爱争取，赶紧互伊会当起来到桌仔顶，都干那安尼呢，啊，所以咱要政府的经营啊，咱家己爱有自觉。咱家己嘛要有信心，我就是用政府的立场，我就是用政府的态度来看待整个的台湾，来安排整个的台湾的走向。安尼来，美国相信，美国看有，美国知影恁的叮咚，欢喜个，一项一项一直搞落，一项一项一直搞落。我头先摆讲的，一寡物件会陆陆续续一直搞落，后壁要搞的佫足济呢，无，迄讲无价之宝的物件佫足济呢。咱豆豆啊等，豆豆啊讨，豆豆啊用，豆豆啊来个考，考出来了就感觉，咱会个讨，咱会个进展，将来台湾足紧啦，足紧啦。所以必须像上台来讲的，紧食两冬，慢食一冬。我希望看会当后个月未来好唔好？后个月来好唔好？啊来找伊啦，安尼好唔好？不然啦，不过咱后那是要付出努力。既然咱有这个概念吗？既然咱有这个逻辑啊，咱行去国际上，人拢听。所以我伫这个论述中间，伫美国我嘛常在咧讲，啊，在美国吼，博士博也有，无啥读册嘛有，听到了，拢甲你讲一句话 ，make sense is correct，make sense 是讲这是合理的，这是正确的。啊，伊讲啊奇怪，啊恁台湾遐开拢听无哈？开始啊，那台湾点都听无，啊，阮伫国外拢听，有恁来听无？一年啦，遮有媒体咧甲你洗脑，遮有一寡无落必落的因素咧甲你干扰，所以你咧看新闻，要看资料，
你爱跳开，啊，若无你会晓判断，会晓判断。那好康拢讲伊呢，讲中华民国搁再含倒一国，安那都安那爱建交什么好康的拢讲伊呢，啊，若歹康的拢改写台湾呢，作恶事，这就是土匪嘛，这就是流氓嘛，这就是伊本身就是有企图的嘛。啊，咱若看你看清楚啊，袂去互骗去啦。即马你若读这论说清楚啊，不然现你比较好看，你比较清楚。算是进前奥林匹克运动会，诶，中华民国流氓政府的旗啊，讲用雷落来，有无？咱敢若旧诶，今年初尔嘛，讲迄正常啊。迄、那个国际无承认诶，无甲承认诶，当然卖雷落来，不但雷落来，还搁当本事当咧啦。所以这个过程中，咱若看清真相，咱袂去骗伊啊，咱袂去来骗伊。哦，所以咱家己本身爱先充实家己啦，啊，知影搁较深的这的。其实，那台湾的这地位过程，老实讲嘛无足深呢。啊，但是要用心，万项代志吼无难呐，只惊有心人。你若有心，搁较困难，拢做会出来。啊，你若无心吼，简单讲，恁隔壁阿祖啊，啊，着边啊两步脚着到啊。你若无想要去遐看，你敢若行嘛行袂到，对毋对？啊，住伫台北，迄、那个金箔啊，吼、哦，你烦恼到要死，一竿竿撞去啊，行会到袂？行嘛行到到，骑单脚踏车嘛骑到到，有心无心的差别嘛，对毋对？对毋对？对所以咱对台湾的地位甲前途有心无？有心无？加油，加油，再加油！干那一条路，坚持，坚持，再坚持！拜托大家，感谢大家努力。咱无要下课吼。啊，若要去变作，拢会当主动去。迄、那个因为刷嘞我要接，因为即个等下三点半要翕相吼，所以我转去接你。啊，恁要去变作，拢做恁去不要紧。我是要照我昨做二所上的课的部分搁接你。他拄啊，咱的副主席吼，有讲一句话真重要。今日全地球啊，全世界。是安怎？敢若是大日本帝国的领土到今日为止，还阁无度解决。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是日本大日本帝国向全世界51个甲国家宣战。德国甲意大利是向欧洲的国家宣战。只有大日本帝国的土地到今日。也阁无法度解决，因为你知影吼，德国甲意大利啊，意大利老早伊就先投降，但是德国呢，一直到即个1943、1944的顶半年的时阵哦，伊才正式投降。你啊看，德国投降的时阵，互什么人占领？各位，伊互四个国家占领，第一个是美国，第二个是英国，第三个是苏联。第四个是法国，但是你会记得哦，法国迄当阵是已经去予德国消灭，当时伊个流亡政府走去伫伦敦，后尾啊伫美国甲英国个帮忙之下，因将因个占领个地区啊半一地来交予法国去占领。啊是安怎？即个美国伫即个第二世界占领即个德国个时阵啊，伊会当变作四个国家内底个。主要占领全国，这战争法里底有一个 principle occupying power， 四个国家占领，到底对一个国家是头，安怎决定？我讲一摆，一个国家去予四个国家占领，对一个国家是主要占领全国，英语讲 principle occupying power， 哪一个国家？对。什么人先入去？什么人先拍到伊的首都，可以来投降？迄、那个国家就是主要占领全国。是安怎？这个德国，迄当阵四个国家来占领，
美国、英国、法国甲苏联来占领，啊，美国变作主要占领国。你甲看一个代志，伫差不多1970年左右啊，有一个即个叫做荷兰的飞机啊，叫用劫机啦，劫机啊 ，hijack， 飞来自即个柏林。啊，你 hijack 飞来自柏林，而且柏林即个所在，迄当时美国占一半，苏联占一半，东德西德。啊，即嘛飞机去接个，接来伫即个柏林的时阵啊，是毋是爱举行军事审判？啊，即、這個、军事审判，大国讲啦，讲啊，我爱做头才对啊。迄个时阵是美国做主要占领全国，由美国来主持，啊，同时来邀请一迄、那个英国、法国甲苏联来参加即个军事审判。所以你甲看会出来吼，你捌看过电影？在那个德国在要投降的以前，美军拼速度拼足紧的，要入去柏林；苏联嘛拼足紧的，要入去柏林。啊，但是那个时阵是美军啊，大先到柏林。来看这个日本，日本这个大日本帝国啊，坦白讲哈，大日本帝国非常的强啊。啊，而且呢，因这个美国人哈、啊，对这个大日本帝国的人哦、啊。该形容讲哦，遐根本都唔是人，是安怎拢唔惊死？神风特工队啊，迄是会当讲人甲飞机同时拢要牺牲诶。啊，我一架飞机，俗俗啊，要配你一架军舰，日本人做会到，但是呢，美国人做袂。日本在什么时阵啊开始战败？伊在1943年的时阵啊，以珍珠港的琉球的在这里面，而且美国的迄个珍珠港的轰炸的时阵啊，首先日本就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哪一点错误？不是宣战，这个是小事。迄当阵最大的一个错误，我甲各位讲，即马检讨起来。日本迄个时阵啊，无将油库、甲迄个制造、迄个船的遐工厂啊，甲炸掉。迄当阵啊，有一个叫做南云啊，舰队长，伊为着要保持讲哦，啊，我舰娘，我打赢了，伊无爱阁派飞机出去去甲轰炸。所以美国迄个时阵，伊军队内底油桶。油桶啊，拢总无去破坏去，伊个军舰、遐工厂拢总无去破坏去。你知影迄个时阵啊，所以356啊，作战以后啊，全部个日本个军队啊，都伫庆祝。哦，咱这尔，但即个356伊足清楚个，伊无讲半句话。其实伊个心内啊足清楚，伊迄个时阵啊。伊个下令，然后去个执行，将迄个珍珠港边啊，遐大的油桶啊，拢总个炸掉啊！我讲了，迄个油桶啊，会当供应美国的军方2年的油量，无个炸掉。啊，所以虽然以迄个珍珠港啊，甲轰炸以后，日本的海军认为讲因大胜利，其实。你看武帝辉军事专家的想法就不一样。什么时阵第二个重大的错误伫对呢？硫磺岛。硫磺岛伫秀的时阵啊，迄个时阵日本的空军啊，遐有经验的教练啊，拢伫迄摆啊去牺牲去啊。你唔通就是讲要训练一个技术。两天就好呢，无呢？迄个当阵日本的技术啊，遐空军啊，是拢有实战经验，而且拢有练习足足足久的呢。所以遐个人呢，伫迄个硫磺岛的战役的内底啊，因就是讲，我一定要拍赢，啊，所以是不要紧，他不会保留迄个实力。所以为硫磺岛战役以后啊，日本大帝国的势力啊。为迄阵人民来讲，从那个时候开始打了败仗。
我要讲这是讲啥？你敢看这边中国迄只航空母舰，伊讲会当降落诶，你有看嘛？各位，事实上伊诶真正诶降落，空照图较看咧，敢若有两架飞机会当降落呢？一个中队毋是两架飞机尔尔呢？所以顶礼拜日本的自卫队海军自卫队伊宣布一个代志。伊讲，哪阵真正中国甲我日本开战？伊讲，六天内底，中国要甲消灭，要将中国消灭掉。两天，迄只航空母舰甲伊其他部队准水面顶端的遐船只，拢就变甲击沉。你会讲奇怪？啊，你日本哪会晓臭屁？日本即马表面上敢那16只航空母舰，啊，唔，航空还有潜水艇，伊个工厂内底还阁有4只。但你想知影一个代志，日本哦，虽然即马毋是真真正正原来大日本帝国，是一个新日本政府，因为新日本政府就是麦克阿瑟将伊原来帝国的宪法改变，所以伊是变做一个，敢那拥有四个岛：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敢那这四个岛，伊一个新的日本国家。大日本帝国还未恢复，大日本帝国。应该照道理来讲，是包含北方四岛，这四个岛，搁一个独岛，就是主岛塔克西马，过来琉球，阿加萨克仙卡库，就是钓鱼台，台湾澎湖，阿加南海，西沙加这个叫做南沙，合起来叫做新南群岛。新南群岛在1939年的3月30号。经过两届，迄当阵呢，日本台湾的高雄州已经向全世界 announce 讲，新南群岛改名字，对西沙跟南沙更改名字，变成新南群岛，有76个岛，每一个岛拢有伊的名，咱拢唔知影。南海大家拼到要死，以前咱也无爱南海，啊，即马咱要吐，原因是倒，因为。现在很主席南海的油田是沙烏地阿拉伯他们那油井的几十倍，可以说全世界储量第一名的，所以越南在抢，文莱在抢，菲律宾在抢，中国也在抢，中国说那是他们家的池塘，我都看不到，那地图给看看，池塘敢是一个边啊，拢还阁有土地，啊，毋只叫做池塘。啊，伊讲池塘呢，啊，那是全世界拢引导的。好，先行卖讲。啊，但是我甲你讲吼，咱台湾的好运偌好，你敢知影？南海虽然是咱的，但是足远的。那必须南海甲乌迄个油井安啦，爱拍入海的内底，搁入去，啊，只乌着住。虽然有足多啦，但是你可能望海兴叹，哎，都多好呢。南海迄个油井啊，迄地下的部分啊，就有一条沟啊，通来加对尖阁群岛。啊，所以即马在抢尖阁群岛，钓鱼台是我，啊过去拢无人讲伊的，即马拢讲伊的。啊，其实钓鱼台是啥的？是咱台湾的。不过台湾是啥的？日本天皇的。所以你讲钓鱼台是台湾的，是对。但是你讲钓鱼台是日本的，嘛对。伊伫国际法律就是安尼。1895年4月17日签迄个马关条约的时阵啊，就已经将台湾甲台湾周边群岛和这个澎湖永远割让给日本天皇。这个台湾周边的群岛内底有36个岛，其中没有钓鱼台。但是，在1895年的1月14号。大日本帝国已经宣布钓鱼台是无人岛，所以伊伫迄个无人岛顶端有一个建筑物，伊宣布讲伊个。但是中国李维芬甲讲 ，no， 自古以来伊有渔民去伫迄个所在，但是一直到4月17日的时阵啊，伊建前面的钓鱼台，前面的马关条的时阵啊，日本是讲，迄我已经宣。这个东西也应该是包含在台湾的周边群岛，所以这个东西应该是我的，所以
今日美国徛伫讲，尖迄、那个尖阁群岛是日本的，原因是遮啦。尖阁群岛发生有啥？石油，嘛是伊个储量，因为伊个储量含即个南海的石油个量是安那连做个。安尼若为遐抽，迄种嘛爱走来遮。所以，但是各位啊，要过一个所在冇油呢，啊，即、這个油吼、哦。为尖阁群岛烫来个台湾的台南呢？台南的对，关电啊！我跟你偷讲，美国甲中华民国讲，中华民国只有占领台湾，你不可以挖，你袂当去哦，因为占领袂当移转主权，你若要去哦，一定后摆台湾政府爱来哦，还是讲台湾民政府来哦？啊，即摆迄个已经挖好啊、哦！迄口井啊，迄口关田，迄口井啊，的储量啊，供应全台湾现主席的油量啊，2%。惊人呢！一口井供应全台湾2%的油呢？各位，民政府来七井，甲乌鼻一百个空，安尼供应偌济？200%。啊，另外一百安那卖。所以他对你讲，民政府之前18岁以上查甫查某，拢送你一间厝，有困难无？无啊，唔是干那这个钱尔呢？唔是干那这个钱尔呢？当年的希特勒统治德国的时阵，奇怪呢，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爱赔足侪钱的呢，迄当阵老百姓足惨的呢。希特勒在足短的时间组织政党爬起来，啊，足好个，啊，伊个职位就来，伊无挖到油井呢，伊为对，伊去讲台啥犹太人，因为犹太人迄个东西确实足够做生意个，啊嘛赚真个钱，所以所谓犹太人的钱啊，叫希特勒提起，差不多同款的情形个，今日台湾，台湾民政府即摆毋是无钱呢。台湾民政府后摆就接到政权以后啊，国民党所有物件拢甲没收。钱会收济啦，我无甲你骗啦。大家讲啊，那会根本嫌讲钱收济，袂啦。所以咱哦，伫讲台湾的地位吼，不只是讲台湾的地位，嘛爱想讲台湾的远景。所以台湾他拄啊，即个付出是甲咱讲台湾的远景。各位，台湾的远景真真正正，你目睭看会到的，只不过是即摆台湾人的目睭叫糊掉了，糊掉什么我唔知啦。啊，那乌克兰糊掉好啊，啊那无呢？拢无乌克兰，人个国民党是用钱，你甲你台湾人糊一个500块、1000块给你啊，所以你火气啊。台湾人哦。你收国民党的500块，收的1000块吼，啊，这边哦了裤底啦。台湾人拢真正安尼呢？你看看足济迄个较无常识的庄卡人啊，当然我是嘛，我嘛庄卡啦吼。迄庄卡人用1000块甲你买落，甲你讲哦，嗯啊，阮都刚摕1000块，啊无转互伊嘛歹势，啊无规家内底吼，啊无一半转互伊啦。啊，你唔知影讲，你吼转互伊以后啊，恁。领导后摆财产拢去用提提下，你拢搞不清楚，差不多法啦。台湾人啊，过去大学个毕业4-5万块，存钱个15000块，一个加。我甲你讲，你有看迄个电视你讲啊无？迄有臭钱无？电视间公司个头家啊，你再瞧我，就连1500、1.5K 都不给你。我告诉你，各位有可恶呢。真正可恶呢！你甲看，现主席台湾的情形啊，所有中国人占约着咱台湾85%的好处啦。所有的电子公司、电脑公司、头家，你甲认真甲看，甲接看卖啊，拢总是中国人，会赚钱的拢是中国人。安那说做一寡好心的代志，伊就讲好足了不起的。我甲你讲。好咱台湾人做好嘛呢？
但是咱虽然讲，互咱台湾做法嘛，我唔是讲我阿爸，我叫法你来，真真正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迄个时阵，咱台湾就已经变成日本天皇的主体的臣民啊，这无多磨灭呢。伊来甲你教育啥？日本窃占台湾，我所有的历史的条约甲看几部啊，无一个条约讲日本的窃占用偷摕啦。大家拢捉偷呀，小偷嘛。啊，你听到这个小偷啊，我的祖先是偷摕啊，我袂。我问你啦，啊，若真正你的祖先是偷摕，你嘛爱承认嘛，因为是你的祖先嘛，你的血内底就是留伊的 DNA 嘛，敢毋是？更何况过去有真光荣的历史呢？咱今日咱届非常的幸运，45届。你看，你来参加，咱的副主席特别登来跟你演讲呢，甲拍手一下，赶紧。驻美代表，一刚刚伫含美国有关方面啊，伫见面。啊，外口的人行甲讲啊，白纸黑字摕来看卖啊咧，啊你看到几白纸黑字？咱定来伫遮咧宣布，就是白纸黑字啊。去年的忘年会，甲大人讲，马英九会赢80万，这不是白纸黑字一下，这不只是白纸黑字咧，佮真真正正的人徛伫遐台下顶，啊，甲讲广播，啊，广播佮影像佮拢有咧，无遐准的啦，袂晓看。所以有当下吼，我啦吼，副主席啦、议长啦、总理啦，很痛心呐、啊。阮做甲要死，甲你讲一个白纸黑字。啊，这嘛无要紧，因为为着台湾呐，大家爱忍受啦。在座各位今日受这个初级班以后，你嘛同款伫外口会受到真多的这个无可奈何的诋毁，还是诽谤。但是呢，我要求各位啊，坚决你的决心呢。你若真正要为咱的后代，真正要为咱的台湾，大家共同来打拼啦，好冇？明仔载17，咱要伫《自由时报》《中国时报》《联合报》三个报纸第三摆，搁再刊半版的广告，要让所有的人。认为讲台湾民政府无可能是诈骗集团呢，搁再一摆很大的棒子敢弄讲落去。诈骗集团徛伫遮，你甲大家人讲啦，安尼敢有成？我唔知影讲甲故意骗啥物物件呢？啊，你今日真好运呢，恁国拄着副主席来，啊，咱20要去日本，咱的高山族、高山民族。嘛，派一个12个人的团队，要去日本，要去靖国神社内殿，要公开跳舞，要去日本皇宫，甲日本天皇祝寿，要来跳舞。因后边迄12个拢有来，来，请你们站起来，让大家看一看，来拍拍手，鼓励他们。要话哦，因家哦。查甫的缘投，查某的足水的，这人敢会输中国人？是咪较水对不对？较缘投对不对？这人吼，坦白讲吼，啊，有个人你甲我问讲吼，伊按怎会走来？各位，咱的学员哪来买来？我甲你讲，咱除了咱本土台湾人，咱本土台湾人哦，美国其实老早就讲你是本土台湾人。在英语里面跟你说得很清楚呢，旧金山和平条约，台湾关系法里面的跟旧金山和平条约台湾人不一样呢，上海公布的台湾人是什么？ The people of Taiwan 呢，上海说上海公布你就看不到啦，上海公布说什么？听清楚啊，台湾海峡，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都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代表合法的中国，美国 acknowledge 什么意思？不是承认呢？得知啦，
因为 acknowledge 啊，你甲差一点啊，根本唔是认知啦，是得知啦。就是我耳有听到哦，恁两边的中国人讲哦，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这个唯一代表啊，不是合法的中国哦。美国得知啦，问题来了，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各位什么人？较大声的啦，你各位什么人？所以上海公报跟你有关系无？一刷关系都无啦。台湾人骄傲哦，上海公报这样子可以侵害个台湾人的权利，跟你有什么关系？人咧跟你讲，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跟你去提起中国人，迄无啊，甲砍落，就是台湾人呐。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轰炸台湾，外口拢安尼讲啊，看袂讲，卖讲外口安尼讲，我的后生26岁啊，伫美国啊。我敢问，伊妈讲日本啦、啊。哇，你在说什么啊？啊，我以前在台湾念书的时候，8年抗战啊，啊，没命啊！我饲你的囝都无好呢。我吼，我你要好好的看书，甲即摆伊吼，甲即摆才知影。哦，原来是美国轰炸我们呢。日本是咱的国家，日本来轰炸台湾。台湾关系法来这里讲 ，the people on Taiwan， the people on Taiwan， 你若翻译做中国话还是汉话时叫啥？台湾人对不对？对嘛？啊 ，the people of Taiwan 呢，嘛是台湾人啊。所以你莫怪你台湾人不要分呐、啊。在法律上，这两个无同款呐。是哪些啊？其实是吼、哦，迄中国啦，其实是米29啦。中国坦白讲吼、哦，无迄个能力来制作飞机啦。到今日为止，所有的飞机的引擎哦，无一粒是中国家己制作的啦。到今日为止哦，无一粒引擎是中国人家己制作的。各位，咱来承认，咱是战败国。台湾人就是不爱承认自己是战败国，才会到今天这么凄惨。战败国不要紧，战败国有战败国的权利，有战败国的这个权利啊，因为你战胜国，尤其是占领权国，你有权利，但是你也有义务，你不能改变我的主权，就是我们今天救赎的。当然啦，两天的课你又捌足多，不可能，在3天的高级班，啊，就捌足侪，嘛不可能。你迄本册一定爱去读啦，来，有迄本册你举手我看。好，谢谢。无一半呢。新台湾论啦。我知影。无啦，爱读啦，买无效啦。你袂当讲吼，啊，我买啊，我知，因为吼。好咱迄本吼、哦，迄本关关对唔对？来做枕头袂歹，所以吼、哦，我讲吼、哦，买一趟一趟吼，拜托吼、哦，过来过来，真重要哈！今日等于爱去注册哈，啊，做台湾民政府官网，你是45届，爱去注册，会记得哦。我甲你讲哦，我会去甲你看哦。你等于要去注册，举手我看。啊，你无举手，啥物意思？要去注册，举手我看。有无？有注册无？好，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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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听清楚哈！你敢举手，敢讲你去注册，你若无去注册，你会巴肚疼。所以你若巴肚疼，你就知影讲你别去注册啊！来，因为吼、哦，迄个吼、哦，我不爱耽误各位的时间啦哈。咱3点半准时要结束，所以后边呢，咱来请咱的议长来给大家人做这个啊，做结业式。来，欢迎李定，用最热烈的掌声。